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第二十九首《寄全椒山中道士》，韦应物著。全椒山中道士韦应物，金雕滚在岭。分两山中去，干地说金星，未来之表现，玉帝也飘酒，万味红衣仙，木牙木安空山。何其险险劫！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